秦梦同学，你为什么要报考刑警学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一次考不上就考两次，没什么大不了。给你买了机票去泰国玩一周，他会接待你。他可是我表姐你姑姥姥的老公堂弟的媳妇家的亲侄子，你远房表舅，大名鼎鼎的唐人街第一神探，唐人。小子，没有找到黄金，查清了没有？所有地方都找遍了，没有。黄四儿，坤太来了。啊！长坤哥，黄哥，谢什么？谢谢你帮我保护现场啊！你是不是嗑药了？这是我的家训案，你当然是我的啦。黄金啊，我查了三个月，眼看人赃并获，现在黄金没了，人也死了，你说是你的案子啊？谁的地盘犯罪就是谁的。你再说一遍。我说他怎么了？是不是有道理啊？我告诉你，你赢一赢你。我就信你，怎么了？从塞本阿沃。愣着干什么？去看看有没有指纹啊。愣着干什么？去看看有没有指纹啊。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入口，窗户按着。去看有没有其他的入口，窗户按着。把外面的监控都给我调出来，放到我的办公室。把外面的监控都给我调出来，放到我的办公室。你再凶我说话试试看。跟我说话试试看。来吧。男人就高兴了。有信啊，不准您来叫板。我左有青龙映水，右有白虎甩尾，兜里藏大财富着家，背后有数财智广固，我还要杀你们这拼接不了一心不挂呀。啊，你就说了。白城的树卡，
แกสองคนตาไปที่ห้องประชุมเดี๋ยวนี้ไล่อ่ะผู้ตายคือนายสมบัติเพศชายอายุ37ปีเจ้าของโรงงานสมบัติผู้ต้องสงสัยคดีปล้นร้านทองย่านชัยนาทาวสาเหตุในการตายคือถูกกระแทกด้วยของแข็งอย่างรุนแรงมีบาดแผลมากถึง11จุดและจากบาดแผลในความลึกเราเชื่อว่าฆาตกรและเครื่องมือที่ใช้สังหารได้รับการยืนยันแล้วว่าเป็นกระบี่เล่มนี้โอ้โหมันใช้นี่สังหารเลยชื่อว่านะชื่อว่าใช่ใช่เส้นทางยุคขาว经过勘查除了正门之外其他地方不具备进入的条件猜猜猜你们当然在后面了呢我已经把送花工坊所有的监控录像都调出来能够看到入口的总共有四处一周内内容自动覆盖我把素材已经带回来了猜那切口径啊黄金部将据我推测应该是送花的同伙杀人越货猜你总共个路线没为同你们变空都改严高你看不哇个头发当不管人我不活被我了你们谁能遮住凶手就回空军随就去副主席Yes, sir. 唐人你的风水就不灵了没道理啊哎来来来来喂唐哥你什么时候过来啊靠秦风喂哥们儿快开来的啊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你知道我是大侦探吗很忙很多案子要办了我刚刚就是在办一个大案子了你是哑巴吗我、不是哑巴是结巴考不上大学没关系啊来泰国哈提几天保证连你婆婆都会忘记带我们去全世界最最好玩的地方改变成天堂了
你年纪轻轻不学好，怎么能学这种东西呢？我没什么，你看够戏吗？告诉你，这次人家泼的是热水，下次可就流血了。你谁啊？我儿的表弟，他是我表弟啦。知道这位美丽、高贵又善良的人是谁吗？还被你无耻的偷看，他就是我的女房东了，唐人街第一大美女，阿香。是你表弟？和我一样帅，对不对？一样好色。我表弟了，春春又到了，讨厌，喝光喝茶啊！记住，以后千万别叫我表舅啊！为什么？那不都不行吗？这里的人都以为我是九零后了。那我叫你什么？叫我小唐啊！你叫我呢？老秦，我帮你安排好了这一周的行程了。美兰河大市场人妖表演郑王庙，明天我先带你去泰国最出名的大王宫。我想看暹罗连体人。什么东西？艾乐女奎因侦探小说。我听你婆婆说，你经常喜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是，小说和电影都是唬你们这些小孩子了。你要喜欢侦探，马上陪我去办个失踪案。阿伯，你来车没？卡嘛个卡，借着钱了，很快就还了呀。Surprise！ 伯伯，你的耳机找到了。阿邦邦，怎么变样了？手脱相了吗？你喂两天就好了。怎么不认齐妈妈了？哎，硬起了，硬起了，硬起了吗？哎，要来了路。ขอบคุณค่ะ。王婆，我要去办大案子，我要先走了。表姐。嗯。小唐，你这属于诈骗。你懂个屁！我这叫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你管他黑狗白狗，能让老人开心就是好狗了。好气好坏，这节不难了。这就是你说的案。记你个头啊！我现在就带你去办大案了。杰哥了，怎么样啊？好，好看吧？好丑。小孩子懂个屁！强兄，给你打个结吧。给你顺六折啊！债就一齐了。什么？好借好还，债结不难了。你不是说带我？这就是破案用的了，快点了，快点，快点了。干什么？人不大，脾气还不小。去哪里啊？我最恨骗子。我怎么骗你了？你是侦探？如假包换呢？买链子是为了破案？当然了，不是为了给你的女房东过生日啊！你怎么知道？借我迟到，打牌去了吧？你就知道？你那天身上烟味很重，眼睛里都是血丝，指甲里都是泥垢，尤其是右手，左手被烟熏黄，但你平时右手抽烟，裤子右腿比左腿脏，裤腿被磨得发亮，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只能产生一个行为：打麻将。小学里学的，是不是？那天我平时还是有很多案子的了。比如，调查失踪人口啊，找猫狗，研究嫌疑犯了，抓小三儿，押送重要物资了，送快递，看都知道。
都是中文的。你实在是太 low 了。你还能去哪里呀？反正还剩下六天，你看我不开心就少看，我再陪你玩六天，也算是能交差了。明天就陪你去大王宫。那你不准再骗我，我最恨别人撒谎。行行行，不骗不骗不骗。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就是他。出发，抓人。没错，说的就是你，铁血神探。Go go go！ 啪！你说阿香见了杰哥会不会亲亲我呀？你嘻嘻呀，花花睡得很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差劲呢？你觉得你比我聪明吗？那好，咱俩玩个游戏，互相给对方提问，我答不出给你50注，你答不出给我100注，怎么样？你比我聪明吗？好。你小孩子，你先问。地球到太阳的直线距离。六。平均值14960万千米。他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可乐，冰的。别气了，你看你眉心发红，马上要走桃花运了。你印堂发黑，你要倒大霉。呸呸呸！小瓦迪卡，你杀了人，警察正要抓你。好笑吗？警察已经包围你了。听着，证据确凿，抓到你就死定了。你想活命，快跑！Ah!
去大皇宫了。现在为什么抓你啊？对呀，危险啊！我问你呢，危险，危险啊！你打我？我没打你啊。你没打我吗？没啊。为什么抓你啊？他们去会下人了。你杀了谁？我杀了谁？你说你杀了谁啊？你说我杀了谁？我怎么知道杀了谁啊？我怎么知道我杀了谁？王兰登，你什么意思？你不打声招呼就到我的地盘上抓人，还他妈抓我的人，怕什么？你的人？废话！整个财大堂谁不知道唐元是王兰马仔呢？你问问他们哪一个不知道？你有什么证据抓人呢？兰登，见酒。三个月前，唐人街四家金行在一夜之间发生盗窃，丢失金条金块101公斤。我们最先锁定的盗窃团伙中的一个就是宋帕工坊中的手工匠人宋帕，而且我们最后确认失窃的黄金也藏在他的工坊之中。4月15号，我们准备去抓宋帕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人杀了。死亡的时间是4月14日晚上11点到1点钟。我们多次排查，能够进入工坊的入口只有一个，那就是工坊正门。工坊正门外面有4个监视器，我们最后排查之后发现，在案发时间内唯一进入过现场的人，唐人，凶器上全都是唐人的指纹，而且黄金不翼而飞，所以我们最后可以断定，唐人就是5个嫌犯中的小个子。他杀害同伴，黑吃黑，谋财害命。只要我们找到唐人，就可以找回失窃的黄金。成功了没有？成功了。坤三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我在这里，我要声明一下啊。我跟几个唐人街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不是你说整个川大套的人都知道唐人是你的马仔吗？哎，而且听说那个私人侦探社，你就是幕后的老板的。我警告你不要乱讲话啊！我告你诽谤，知道吗？我告你诽谤啊！他诽谤我呀！他在诽谤我呀！萨拉迪卡，柴哥，你什么理啊？你竟然敢杀人呢、啊？你，我限你6小时之内来警局自首。柴哥，我什么我？你千万不要想着跑路啊！你千万不要想着坐走私船离开台湾，再转到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你不就让我见到你了？你让我见到你，我分分钟弄死你啊！我有尊严，不共戴天。好。现在怎么办？我一定要蒋坤泰问个清楚啊！你自首吧。什么？自首吧，反正泰国没死刑，你随便坐40几年牢就出来了。青青，你说的是人话吗？随便坐40几年牢，我可是你舅舅，亲舅舅啊！表的，血浓于水呀！谁让你杀人了？我没杀人呢。你去跟警察说。我说他们会听我的吗？啊，本来就没有心犯，不犯心还好，犯了心还不是他们说我什么就是什么吗？我可不想一辈子坐牢了。坐牢也跟我没关系，反正我是不跑了。你刚刚醒警的知道吗？在泰国醒警罪钱很大的，至少关你10几年牢了。我不知情。你人在泰国，谁管你呀？你连中国话都说不利落，谁听你的？抓住你，先暴打一顿，然后不管你3七2十一，往牢里一扔。你知道泰国什么最多？就你这职业，
进去没别的，先被十几个大汉随便了解几十遍了。东西呢？西蒙，还跟我装是吗？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啊。看来我暗示的还不够明显呢。我问你金子呢？金子在他脖子上了。脖子？还蛮横的吗？东西倒想的，给点面子了。为什么不完整？我一般太疼，受不了，就喊停了。害他们纹条残了。别他们什么别？我问的不是这个破链子，我问你，你把宋帕弄死以后，黄金运哪儿去了？熊帕西姐，你拿着东西，你就还给人家。闭嘴！我看见你舅舅啊！原来是舅舅啊！不说，我就打死他！打死他我也不知道啊！你快告诉他，我可是你我爱上了。婊子，我选东西水啊！给点体系呗。那一箱金子，你说那个教授卷房？我瞎说。那人打电话让我去接箱子，我不知道里面是金子啊。你把箱子放哪儿了？那人让我送到海天大厦地下停车场一辆面包车的旁边了。金哥，看好他们两个。好，云南仔，咱俩找西洋子去。咋？如果你敢骗我。弄死我。你吃怂偷俺们的黄金还能俺们就吃这
ชาวจีนที่เข้ามาทำงา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รับ1คนคือนายถังเหยียนและ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ชาวจีนชื่อฉินฝงครับขณะนี้ทั้ง2คน都怪你在打皇宫呢你离开泰国就进不多西外面兄弟已经向北行了现在去哪儿啊我得把这个跟阿秋兄弟啊你疯了徐炳英泰哥后面在那里问个头我可不想死到糊里糊涂的了那几个匪徒怎么会知道我们在哪儿请问一下匪徒身上会有手铐你说警察里面有他们的内线那也不可能是泰哥了你信他吗他肯定不会骗我了你猜这车真能动吗废话真多管他要翻新报告就中文的干什么你不想知道你是杀了谁吗快进来快点你们怎么来了整个曼谷都在通缉你们兄弟快乐神经病啊我没相信你信吗我信也没有用要警察信你才行啊所以我才以为他敢来这里我可清楚了那金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偷的是泰哥快上去马哈凯你是阿香吧我们是唐人的朋友唐人是谁别装了他不最爱你吗你们到底谁啊我们是唐人的同伙快进来快点你们真的偷金子了他没分给你吗分了呀漂亮吧他也太抠了吧就给你这么一点儿到底偷了多少新闻上没说呀他在哪儿呢我让他亲自跟你说见面，这要是被别人看见了，我这警察还坐不坐了？人呢？黄四儿，快上去！Happy birthday！陪你过生日啊你大把年纪了过什么生日啊谁没谁不对哎黄子儿下面真的没人黄子儿这谁呀我表哥你不是说没人吗他不是人傻的啊黄子知道你忙就不送你了有机会来我们一上海玩啊就在隔壁的店里特别适拜拜他们是谁呀唐人同伙什么同伙偷金店同伙他们不信我同伙我们就是他同伙金店真的是你偷的金店不信我偷的我们一起偷的你胡说
那人也是你们杀的？人是他杀的，不是我杀的，就是你杀的。不是我杀的，就是你杀的。你真的是你杀的？真的不是我杀的，这不是我偷的，我他妈根本就没有偷过。那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了。他知道你是谁了？那他们到底是谁呀？对呀，你们他妈到底是谁呀？成功了没有？没有。跟我来。哎，黄仔，你怎么又来了？哎，那个楼下是我们家，真的没有别人了。大变活人呐！这是我另外一个表哥。二表哥，你到底有几个表哥啊？那刚才那个大表哥呢？三表哥啊！今天这个生日你一定会很惊喜，祝你幸福。谢谢，谢谢你们。表哥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二表哥、三表哥再见。拉坤卡。大表哥再见。阿香啊，你的口味真的是太重了。黄子儿，我送你吧。泰哥，这是我最后一期帮你啊，你要的东西全都帮你找好了，时间地点都在里面。泰哥，什么都不要讲了，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最好这辈子都不要再见了，保重吧。泰哥，这么多年感情无以为报，陈家榜树给你留个念想了。什么鬼呀、啊，开过关很灵的，开车不用系安全带了。我还是系上点比较好啊。你真没杀人？当然，我真没有杀人啊。那你去那儿干嘛？我那天在打牌，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电话那人让我4月17日晚12点到胸牌工坊拉尊佛像。送到海天大驾停车场，还说会把酬劳给我。那人让我填了一张取货单，然后就把钱给我了。我就是那件没洗啊。箱子呢？按规定送到海天大驾停车场，那里只有一辆车在等啊。你没见着收货人？没有啊。那人直接让我把箱子放在车旁边，那地方前高后下，阴气太重了，一看就是不祥之地嘛，谁愿意久留呢？你没打开箱子看看？那箱子是放洗的吗？谁知道里面是黄金呢？有意思。有意思？从证据看，你就是凶手。我不是凶手了。那人怎么死的？我哪知道他怎么死的？我定。你不想知道真相是什么吗？我想活下去了。别走了。不就干嘛？破案。
没法教啊，这孩子怎么还说胡话了呢？他多好玩啊！你别扯淡了，拿我的命在陪你玩，要玩你自己玩，我必须走。哎，全来了，老子又闪人了。向前面交代，出来混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回去了呢？我想想，这位就再也见不到阿香，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的，刀割一样，你懂吗？蔡金龙啊！谁说我们就中国？那去哪里啊？去到几内亚。什么？去到几内亚？去到几内亚是什么地方啊？非洲吧。我们会死在那里吗？也许我们会滚死船上。刘刘，就拜拜。啊，那，你们到底走不走啊？不走了。不走了。我宁可坐牢也不上这船了，你们走吧。拜拜，老哥。我们去把案子给破了吧。做梦吧，一个九项都没考上的胎盘还破案。你不是唐人第一神探吗？你神探神探个屁。我不是，你也不是，咱俩加一起没准行。你干嘛？看看这需要装备吗？怎么一点侦探的样子都没有啊？这是什么？进客切风水，缘壳断吉凶。古拿来探宝，我用来去修。五千年历史，中华之瑰宝，老美叫卫星爷都用它了。英文名叫敌我醒右顶，我们老祖宗唤它为寻龙旗。哎，那车原来就停在那里，现在不见了。你寻出什么了？心意合一，见己为难，凶手在南方。无牌切，废弃停车场，阴谋，这小姐都是阴谋。车停在这儿很久了，左前胎是新换的。干什么？福尔摩斯能在地上闻出马车的种类。鱼腥味，闻到了吗？没有啊，完全没有啊。你搞笔记啊？你那辆车还有什么别的特征？没有啊。难道我们要在曼谷600万辆车里找出那两群海鲜的面包车？曼谷的海鲜市场没几个吧？神奇恐惧在南方。老蔡，老陈皮，我东西卡没了，等你聊，等聊。ทำหนูเหรอตรงนี้ตรงที่ไหนผมจะไปเก่าอ่ะจดอะไรการอะไรขยะพวกนี้ไม่มีใครเขาจดหรอกอยากหาไปหาเองไป
气流泻下，婉儿不复，这简直就是凶宅嘛！跟前面要快点，死的不宜久留了。你干嘛？懂什么叫专业吗？这里确实没有其他入口。所以呢？你就是凶手。我走的时候他就在这里了。但你走之后没人进来。所以呢？所以你就是凶手。有结论没？什么都没有。靠！你除了靠，还能不能说点别的？房间整洁，每一位，我是伪娘就是 gay。靠！喂，货还没有找到，肯定被唐人那小子带走了。好，我马上就到。什么呢？没什么。他们给谁打电话呢？那个最早给你打电话是让你跑的人，那个看见我们去放我们的人。黄磊能不能住手？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你猜。他以为黄金在我身上，所以不想让警察抓到我了。你还不算太笨。难道他也是盗匪之一？加上死的那个五个齐了。那是谁骗我把黄金运出去的呢？
这找着那个人，杀人案就破了，那我就清白了。可他是谁呢？不知道。不知道？哎，折腾了一晚上，你完全不知道？我要先看看监控内容。那些东西都在警察局里了。对啊。对呀、啊。所以呢？所以就看不到了。必须看到。你以为警察局是你家开的吗？你说看就看。这天快亮了，我们去找蔡哥帮忙。我睡会了吗？我们两天都没有睡觉了。把你抓进去，你能睡40年？萨瓦迪卡。蔡哥，是我。唐寅呢？你到马来西亚还是韩国了？我在你家门口啊。你们为什么不走嘞？我也要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呀。我们要破案。你以为这是拍电影吗？那王姐归来吗？你得要帮助我啊。我已经帮你跑路了。你还得要帮助我啊。我再帮你，我警察干不干了？他们要是知道你收黑钱开小赌场。你居然敢威胁我。你老婆要知道你包养小老婆。我该怎么帮你呢？我们要看凶犯的详细资料啊。和他近半年的消费清单。好啊。我们还要进警察局啊。看监控录像。Are you crazy？ 你这局长的老婆你都……我们去发现了。房兰登为了破案，把所有的电脑资料都放在他的办公室里。而要去到他的办公室，必须要经过几十个警察的办公区。根本不可能的嘛。那就晚上进去了。晚上所有电脑系统自动关闭了，我也没有密码了。就白天，就一会儿。你们两个都是被通缉的嘞，你以为警察都是瞎的吗？看我干什么？你去把他们引走。引走？什么叫我把他们引走？加大警力到机场火车站码头，把唐人给我找出来。如果唐人离开曼谷，你们就都给我滚蛋 ！Out， get out。นายผมเล่นผมทั้งเช้าทั้งเย็นเลยแล้วผมจะทำยังไงเนี่ยโอ้โหมาถามผมอย่างนี้แล้วผมจะไปตอบอะไรโอ้ตายแล้วไม่ได้อย่างนี้ต้องจับให้ได้นะOh!
现一共七天，细个摄像头所有视频资料都在这里了。从第一天开始，一起放给我看。太多了，看不完了。快放。快进。再快。你这么快，你看到就行了。再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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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东西呢，都在这里，都是蔡文的。你在干嘛？啊，我的 computer file 呢？我借你电脑打打游戏。打游戏。杰德被你发现了，我可以改片片吗？宋帕九年前接着和他离了婚，原因就没想，从来看富搬来曼谷，一直开这个吊俗风法。他有一个儿子叫丹，一年前失踪了。全是泰文，你看得懂吗？这个是哪儿？一个华人泰式，就在唐人街。那这个呢？幸运啊，咖啡馆啊。这指东方，走这边。去哪里啊？咖啡馆。这跟咖啡馆有什么关系啊？我问你话呢。视频，我都看过了。在你之前，没有人指金卫出过；在你之后，也没人再进去。而且，那就只有一个入口，所以你就怀疑我是凶手，要么就是谁？鬼。鬼和咖啡馆有什么关系？相机摆放的位置，说明死者经常使用它，但是里面就是没有 SD 卡，除非被人拿走了。可我还是不明白，这跟咖啡馆有什么关系？死者这三个月来常去的地方。除了超市，就是这儿。为什么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喝咖啡？咖啡好喝。最后一个线索，你去不去？ไอ้ฆาตกรมันขึ้นมาบนโรงพักอย่างนี้มันหยามกันชัดๆพวกมึงตั้งเยอะแยะมึงทำอะไรมันไม่ได้เลยไงเดี๋ยวกูจะให้ตำรวจทั้งกรุงเทพตามล่าตัวไอ้ถังเหยินมาให้ได้สร้างเจียง我给你们三间四间，找不住唐人，你们都去哪拿麦皮锅吧？可以看看你买。这个人啊，之前经常来的，坐在那个位置。哎，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就不来了。还有什么特别的？没什么特别的，
哦，他喜欢拿个破相机对着外面拍来拍去的。萨瓦迪卡，两瓦斯，咖啡、茶，必须要喝吗？拜托，这是咖啡馆好吗？好，来杯咖啡啦。100株，靠捧卡。 就一破楼有什么好拍的？他拍的就是这个破楼。达姆伦，卡卢莱兹，补拍一下。来，两位 sir， 咖啡，二杯。 我们刚才不是点过了吗？但是你们又出去了呀。我们又回来了。那你们出去再回来也是要小心点的呀。我们就像了个厕所。第一，你们是一起去上的厕所；第二，你们上的不是我们家的厕所；第三，你们上厕所的时间未免太长了吧。来杯咖啡了。100株。靠！我要给你们整个差评了。卡碰卡。 这什么意思啊？公帕丁沙丁，公泰斯第四三一所中学的名字喽。是中马十中二这家学校。两份资料里唯一重合的信息。这是突破口吗？我靠，最强大脑啊，人造相机还正在变起功能啊！ 中国人，对呀，你也是啊，小妹妹太巧了。啊，我们是警察，可不可以问你几句话啦？嗯。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斯诺。大人不在？爸爸上工了。你这么小也可以当警察？他洗我的舅舅了。 小妹妹，这个也你认识吗？他是我隔壁班同学，好久都没有去学校了，大家都说他失踪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这个人认识吗？那你有没有感觉最近有人在跟踪你呀？没有啊。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怪事发生？或者遇到什么怪人呢？ 你们算吗？你干嘛？你真好看。谢谢。啊。 年轻气盛啊！有没有发现什么？你是不是对人家小妞有意思啊？你胡什么呢你？你看你就对人家小妞有意思啦！哎，进来！我们老板有请。爸爸。 老板好啊！一旦你们偷的黄金，谁的嘛？严先生。严先生，那黄金不是我们偷的啊！严先生，你的黄金不是我们偷的啊！ 警察说是你们，警察也经常搞错啊。我知道偷你黄金的5个人是谁了？谁？我说出来，你就把我们放了。跟我们卡叫还价？不，使得劲凶怕，华伦德的舅舅托尼，一个东北人，还有一个越南人，还有一个叫金刚的，帕布拉吉的，夏达各奇。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他可以证明啊。我可以证明啊。你们这是在搞笑是不是？我也可以证明。行。袁先生，那三个人我见过，而且我知道是昆泰帮他们找了跑路的船，如果黄金在他们手里，他们是不会回来的。阿香，闭嘴。袁先生，请你相信阿香。就算不是你们偷的，但是黄金终归是你从宋帕那给运走的。这完全是不知情啊。看在阿香的面子上，我给你10天的时间找回黄金。10天之内我保证不会难为你们，10天之后会把你扔到湄南河去喂鳄鱼。啊，还不信袁先生？这10天还要给20天吗？7天。半个月好了。5天。哦，行，好，5天就5天，不能再见，再见就成负的了。你看行吗？那好 ，OK， 成交。3天，就3天。你疯了？好，就3天。